大家好，我是 Desmond 郑瑞亚，我目前呢还是身处在这个八度空间嘉年华会的，从今天早上10点到现在3点呢，这里依然还是人山人海，非常多人，一家大小出动来到我们这里呢，迎接我们这些丰富的奖品。在我左手边呢，就有一家人哦，姓什么啊？想问一下。姓陈。姓陈，那一家人来这里，9点来到这里？2点就来了。2点就来，感觉我们这个嘉年华会怎样？哦，有拼多多来赞助这个传统的节的啊，是很好，有玩的，有吃的，有喝的，都免费。那你觉得怎样？都很好，都大家都很开心，孩子也玩得很高兴，全部都是免费的，不用拼多多赞助。哇，全部都免费，你看小孩子多么的开心。那我告诉你呢，怎么说呢，幸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赞助商可以赞助我们呢、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们无法进行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呢。那在我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家人哦，想问一下姓什么呢？你好，我姓武，单人旁的武。单人旁的武，哎，看你的那口音不大像是本地人哦。是啊，我是来自北京的。来自北京的朋友啊，我这么老远来这里参加我们这个嘉年华会，感觉怎样？感觉非常的棒，然后你们这里会让我感解解我的乡愁，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，谢谢。哦，好的，我告诉你，其实中国的这个中秋节和马来西亚有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就是那边很少点灯笼。是的，我们要在过年呢、元宵的时候才开始点灯笼，这样子就表示我们那里很好像在那个很热闹的样子。哦，好的，那么其实呢，那记得了，在10月3号开始呢，如果你到这个 Sport Toto 的这些销售站，你将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这些这个幸运饼，这个幸运饼不只是可以带来欢乐，也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咯，待会再见。马来西亚政府的推动之下，从